在吉隆坡的后花园，常年翠绿的蜿蜒山脉里，一座自建成以来便被称为亚洲拉斯维加斯的全方位娱乐城巍然屹立。这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云顶高原，令人神往的吉隆坡绿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的避暑圣地。距双峰塔仅40分钟车程，云顶历年旅客量平均超出2000万人。而在耗资100亿马币的云顶综合旅游计划下，到访人数达到3000万之多。除了奢侈品琳琅满目的云顶名牌城，精彩绝伦的室内外主题乐园，时髦购物商场与令人垂涎的美食大杂烩，云顶也是一个与它的中华根基一脉相承。大自然富饶，天然绿意热情奔放，休闲好去处应有尽有，基础设备完善的特色城镇，促使云顶客房每天爆满，一房难求。已突破3000万游客的云顶，客房资源严重短缺，出现供不应求的巨大压力。在这片稀缺不可复制、集中高密度游客的云顶高原，溧阳机构站在云顶的肩上，精心降造的溧阳云上云顶横空出世，为美好的未来而来，让您置身于这独一无二的原生态林中之城，感受热带雨林无为的自然和谐境界。精致简约住宅、国际商业街区、优质教育配套和医疗保健服务，形成浑然天成的健康、度假、养生、休闲、娱乐好去处，与云顶的活力灵动完美结合。在溧阳云上，开始您贴近自然、宁静美好的生活，与沁凉愉悦，丰沛缤纷的未来，只为了让轻盈微风和自由节奏，满足由老至幼所求，并疗愈您的身心，享受与伴侣、家人一起的美好欢乐时光，滋养您一家大小。身为马来西亚高质生活提供家，溧阳机构倾城巨献独一无二的溧阳云上云顶，您的曼妙时光旅程终点。来到由 Tropicana Corporation Berhad 溧阳机构为您带来的第一场 Total Live 直播现场，我是 Pauline 陈立信，很荣幸呢成为今天的直播主持人。那如果说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这个直播视频，也可以清楚的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呢，请你在留言区留言打上一个 Hello， 让我知道你已经成功跟我们连线了哦。那今天我们除了有有奖问答的环节，让你有机会赢取 Grab Voucher 之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房产托管公司 Host Stay 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 Jordan Own， 来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世界级旅游度假胜地的地产投资新宠溧阳云上 Tropicana Grandhill。 那这个 Tropicana Grandhill 是由马来西亚排名前10的开发商 Tropicana Corporation Berhad 溧阳机构所推出的一个项目哦。这个项目呢是在哪里呢？在云顶高原上了。那我们相信啊，它是新一代的高山避暑体验，也是圣地了。那也可以吸引非常广大的这个旅客群体，还有我们这一些啊长期居住在水泥森林城市的这些都市人啊，都可以回归大自然，去寻找一份大自然的宁静。刚刚有说啊，就是观众朋友们今天非常有福，因为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现场哦，已经安排了好多个有奖问答环节，让观众朋友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的。你只需要完成
三个步骤，很简单的三个步骤呢，你就有机会赢取价值50令吉的 Grab voucher。那我们今天呢会送出10份50令吉的 Grab voucher。那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就是要 like 还有 share 我们这个 video 了，就是按赞还有分享。那也要记得把你的这个 post 的 privacy setting 呢是 set 成 public， 也就是公开的状态，所以你的亲戚朋友啊都可以一起来赢奖，一起来看这个 video。 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看到我们在留言区有 pin 了一个报名表格，你必须要填写这一份报名表格。第三个步骤，也就是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只需要非常踊跃的在留言区留言还有跟我们互动呢，你赢奖的机会就会大大的提高哦。那除此之外呢，为什么我说一直要填写这个报名表格，就是因为填写了这个报名表格之后，你就有机会参加 Total Life 直播系列完结篇的这个幸运抽奖，赢取非常丰富的奖品，真的很丰富，不是我说的。我给你知道我们送出什么奖品哦，我们有送出这些家用电器，如 Dyson 的空气净化机，还有 Nespresso 的咖啡机，还有 Aura Studio 3360的环绕音响等等，非常棒的礼物。所以呢，还在等什么？赶快填写你的报名表格吧。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呢，记得要 like 还有 follow Tropicana Corporation Berha 的面子书。好，我相信大家呢都已经填好报名表格了吧，因为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哦，我现在就要送出第一份礼物了，所以赶快赶快去填写这个报名表格。那我说了，我会有好几个问答环节嘛，现在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因为呢答案就在我身后。我的问题就是，请问溧阳云上，也就是这个 Tropicana Grandhill 的项目哦，它是在马来西亚的哪里呢？也太简单了吧，因为答案就在我身后，只要你仔细的观察仔细的看，你就会看到答案了。请问溧阳云上 Tropicana Grandhill 的项目它位于马来西亚的哪里？ Where is Tropicana Grandhill located? 马上把你的答案呢，把这个答案输入在留言区。那这个我给多一个贴士吧，这个地方哦，它是非常凉爽的，我相信了解封之后过了这个行动管制令之后呢，很多人都会想要到这个地方去吹吹风，去喝杯咖啡，你也会觉得很开心哦。所以呢，赶快把你的答案呢留言在留言区里，我们会选出优胜者，把这个价值50令吉的 Grab voucher 送给你喽。那接下来我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刚刚有提过了 ，Jordan On 来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世界级旅游度假胜地的置产投资新宠溧阳云上 Tropicana Grandhill。Jordan 呢，他是这一位房产托管平台 Host Stay 的创办人，还有首席执行官。那 Host Stay 是什么？它是创立于2017年，短短的几年时间呢，就得到了很多知名平台，例如 Airbnb、Agoda、Booking.com 还有 Expedia 等等这些平台的直接认可，而且还拿到了中国最大短租平台途家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独家合作伙伴哦。那他在马来西亚呢，全马有超过3000家短租，而且是普遍在全马来西亚的半岛的哦。Hello Jordan， 你好。哎 ，Jordan， 我刚刚已经介绍了 Host Stay 嘛，我们知道说 Host Stay 呢在2017年就已经成立了，但是呢，我对 Host Stay 的一些服务项目有点好奇，可不可以请你为我们解释一下，房产托管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好的 ，Host Stay 呢，我们是一个一站式的一个房产投资者的一个平台。那现在呢，就像现在有 lockdown 有 MCO 这样，我们呢可以提供你们线上的话，就是拿钥匙啊，然后装修营销，然后全部我们是一站式的服务，包括管理打扫。除此之外呢，我们 Host Stay 呢还有一个 APP， 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你在远在可能在槟城、新加坡、香港、中国，那我们可以安心透明的看到每个月的一个收入。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保险，保护了任何你的房产还有您的房子的入住客的一个安全。哦，哇，哎，这样听起来哦， Host Stay 就是提供了一条龙服务嘛，你们从这个装修啊，从这个出租啊等等，都是提供了这些服务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哎，听起来国内外的房产投资者如果想要投资的话，也可以在家里很安心的投资，轻松的在家里做什么呢？ Goyang Gagi， 你就可以做包租婆了。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问题你想要请问 Jordan
的话，你也可以在留言区提问哦，因为呢 Jordan 可以看到你们的留言之后呢，我们就是会选取一些留言呢来回答你们的问题的。那观众们，你们在 MCO 之后，我想要知道，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非常久了，解封之后你第一个想要去的旅游景点在哪里呢？我相信 MCO 之后呢，应该还不能出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只能够选一些在本地的地方，可能去吹一下风，或者是去短暂的旅游一下。在留言区告诉我，解封之后，如果你可以外出的话，第一个你想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 Jordan， 不如你来告诉我一下，第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我第一个一定是去云顶高原。为什么是去云顶高原？我也蛮想去云顶高原的，因为我希望说，找一个哦，它不需要太远，也不会太麻烦。我觉得云顶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它距离吉隆坡不会太远，而且天气就是非常的好，很适合跟一般朋友啊，你知道没有事情做的话，那就上去吹个风，喝杯咖啡，打卡一下，感觉就是已经很大的一个享受。你也是这样觉得吗？是的，因为我是很喜欢出国旅游的。那这个云顶高原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在最接近马来西亚感觉体验一下出国的感觉。真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为什么觉得说云顶是一个很适合我们解封之后可以去的地方？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云顶，我们也有300多家短租。那在之前上一年的话，解封后我们的入住率是高达90多%的哦。这么高。那我们统计了一下的话，我们综合三个要素，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去。那包括我自己，第一的话，我就是说天气凉快嘛，那可以在马来西亚，你还有什么时候你可以穿个外套，真的像那个在韩国啊还是在哪里一样，披个外套，长外套，有没有还可以围个围巾等等的。那除了天气凉快之外呢？对，除了这一个的话呢，第二呢是距离巴生谷或者是吉隆坡其实就是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如果我们在马来西亚有几个高原可以去嘛，那可能像金马伦啊什么的，但是你可能就需要一个两三个小时，就比较长的时间。是没错。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这里呢也还有非常多的活动啊，你也可以去逛逛商场啊，现在有 premium outlet 啊。但其实像你问我的话，我其实上去喝一杯热咖啡，对啊，那就挺舒服了，或者是吃个火锅啊，是的，也很高兴，对吧？对。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可以这样子一直去云顶啊，我在云顶高原直接投资置产，是会不会更方便呢？我就是说，假设我想要周末，我星期五放工之后呢，我就可以打包行李，然后我就上山去度过一个很开心的周末，喝个咖啡，吃个火锅。那我是不是要在那边置产会方便一些？是的，其实很多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是呢，在很多国外的投资者已经在马来西亚在云顶高原这里投资了很多项目，然后呢他们已经在赚取这些游客的在那里消费。那你今天如果你投资了，你可以除了星期五打包了就上去游玩，你也可以赚取一些收入。除此之外呢，在云顶除了这些周末的游客，其实已经开始了一个叫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很多在马来西亚，可能就是一些外国的人，他们就是在哪里做工都 OK 的。那他们就选择，哎，我可以在云顶高原啊这里去享受这个环境啊，然后呢也是在线上就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状况。这个想法真的很不错耶， Jordan。 我想问一下，以你的经验来看呢，在云顶高原置产的人，这些投资者多吗？非常多的。而且呢，在之前的话很多都是在云顶高原顶部。对。但是呢，在云顶高原顶部的话呢，它的天气是比较冷。那现在我们是在半山区，这里的话呢已经开始有很多发展在已经启动了。然后呢在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很多外国投资者已经开始投资了。然后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说在没有 MCO 的状况的时候，就是没有 pandemic。那时候呢，我们全云顶高原呢已经是住宿已经是不足够了。是哦。是的。而且呢，今年呢，云顶高原呢还要再开放他们的那个 theme park。对，他的那个我们有看到说他的 theme park 正在修建中吗？是的。是，所以相信这个是会吸引更大批的游客来的。是的，我们相信。而且呢，这一个我们再说一下吧，在这些为什么国外的游客会选择云顶高原？
你看呢，在马来西亚我们会有很多选择，我们可以去怡保啊，对马六甲啊，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当如果你是一个国外的游客，当你来到马来西亚去旅游，你想去哪里打卡？嗯。第一的你一定会想要去，哎，我要去 KLCC 打个卡。嗯。然后呢，第二的话呢，其实云顶高原是在很多在外国的人呢，他们已经是觉得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首选之一。首选之一。哦，为什么呢？第一呢，就是说他们在这里，他们可能要去一下casino 啊，就是去、okay. 去赌场嘛。是。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去做。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拿云顶、吉隆坡、怡保和马六甲来比，那我们呢，我们现在是投资房地产，嗯，那我们要的不是活动，我们要的是游客会在哪里过夜。那如果我们今天很多在怡保呢、马六甲呢，可能如果今天我去怡保，我可能会在槟城住，我可能会在吉隆坡住。但是当你去云顶高原的时候，你就想要在那里过夜。对，因为天气真的是太舒服了。是的，所以呢，在云顶高原的话，投资房地产的话，它会抓到这一些游客是在云顶高原居住的游客。是的。Jordan， 谢谢你非常专业的这个分析，我觉得我长知识了。我们知道说这个主题乐园呢，或者是主题公园，它落成之后呢，我们相信它一定可以带来很大批的游客。但是为什么说Tropicana Grandhill 会是游客们的首选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在这里的话呢， Tropicana Grandhill 呢是一个拥有一个完善的一个套 ship 的一个概念，里面呢有六个支柱。那从旅游业的角度呢，我们着重于看两个点。嗯，第一个就是在保健与养生这一块。OK， 对。那医疗 travel 的这一块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机会。嗯，那当外国游客来到一个地方旅游，那他可能会居住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因为你不可能在云顶居住两个月吧。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医疗的 travel 的话呢，你来到云顶高原的时候，你说，哎，我的家人要过来这里做保健，嗯，那我的家人除此之外还可以上去云顶玩，嗯，啊，那这一个的话呢，它就提升了一个人在云顶高原居住的时间。嗯，所以这一个保健的这个银发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概念。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 Tropicana Grandhill 呢，也有把养生跟保健的这个概念一起引入他们这个这个资产里头，是吧？是的。哦，好，哇，非常谢谢 Jordan 你的分享哦，因为你刚刚也有提到这个云顶呢，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计划在进行中，其中就包括未来的一些项目，像是这个云顶高原的主题公园呐、Sky World 天空世界，还有他们的赌场，像刚刚 Jordan 说的，一直都有在进行中。那还有云顶高原的名牌商城，就是 Premium Outlet， 还有高原国际寄宿学校、云天缆车 Skyway、阿瓦纳的高尔夫球场，还有清水岩庙咖啡馆、健康俱乐部等等的这些项目、都在计划中进行的、所以我们相信啊，如果说大家如果在这个云顶高原置产的话呢，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策略跟优势。那如果说正在看直播的你们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在云顶高原置产投资的更多详情，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这一座位于海拔3000英尺以上的溧阳云上 Tropicana Grandhill 吧。先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呢 Jordan 还会分享更多的这些贴士，还有不要忘了我们还是有有奖问答环节的哦。那如果有兴趣直接联系我们了解更多的朋友呢，你可以在我们这个留言区 pin 的一个 comment， 就是这个报名表格，留下你的联络方式，或者是说 scan 一下我们这个荧幕上的 QR code， 我们将会有这个销售员跟你们接洽，也会有人来为你们讲解的，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呢会有更精彩的一些问答环节。溧阳云上呢，位于云顶高原，是一个极具投资价值的综合式发展项目哦。它占地112英亩，而且位于海拔3000英尺以上，涵盖了各种精心策划的居住、商业、健康以及教育配套设置，是云顶高原第一个规划完善的综合式发展项目。毫无疑问的，它是乐活爱好者的理想目的地了。
位于云顶高原的这个溧阳云上呢，距离云顶仅有20分钟的车程哦，而距离吉隆坡呢，也只不过是45分钟。优越的这个地理位置，让你拥有一个完善的社区，例如国际的教育机构，还有购物商场以及保健中心。那在游客居民络绎不绝的云顶高原城里呢，可以享受有现代生活应有的便利，还有高品质的服务设备哦。溧阳云上云顶高原所处的上等优势呢，让住户可以享受离城而不离城的狭义。溧阳独特的度假村风格，全面规划的社区呢，融合了纯净大自然与现代化技艺，展现了一幅诗意还有时尚和谐共存的一个画卷。溧阳云上呢，有6大核心理念呢，它有6种幽居方式，是现代城市中的诗意栖居。第一，宜居，则依山水之地而居。在云上的家里呢，你可以感受到质感与奢华的并存哦，陶醉在舒适温馨的空间里，让丰富的高山森林景映入你的眼帘，尽情地享受云上所提供的这个心凉无烦恼的度假人生。第二，商业，自在逍遥天地间，从饮食到购物都可以让你很放松，非常的享乐，还可以探索被大自然美景拥抱的时髦商圈，寻获属于你自己的品味，在山风轻抚的狭义里呢，度过完美的一天。第三，教育，生命之旅，成长之乐。被森林围绕的这个学校呢，在大自然里激发了孩童的好奇心，还有他们的学习能力。这里到处都是等待着被探索的世界哦，还融合了优质的教育内容。我们相信云上独特的这个翠绿环境，可以让学生们能够在有益身心的氛围中茁壮的成长。第四，保健，洗去一身疲惫。云上充满的优美的氛围，还有多元服务健康中心，它的设备呢还提供完善的康复疗养服务，滋养您身心灵的每一个角落。第五，养生，遵从自然，让身体回春，在非一般舒适的高山曙光里养生，开展精彩强壮的首领旅程。云上的专属老人社区呢，备有世界级的辅助设施，还有完善的服务配套，从强身健体到心灵快乐，每一个细节我们都无微不至。第六，园林，与自然对话。云上呢，可以说是一个徜徉在大自然怀抱里的诗意之居，在社区的各个角落呢，都可以感受到让人焕然一新的美妙绿意和清爽的气候。梦想生活，云里之家，清风秘境，姿态奢华，完美抵达，回归简单，独享优雅，要山又要水，沁人心脾，推杆果岭，赏心悦目，天地漫步，雾里观顶，依山傍雾，润泽心身，饕餮飨宴，欢聚时光，浓情蜜意，幸福洋溢，宜居度假，写意生活。云上云顶由溧阳机构倾心巨献，山顶华氏6种领会。
园上 Tropicana Grandhill 云顶高原项目首期推出的高品质 Twin Pines 服务式公寓呢，占地3.57英亩，为永久产权的商业地契，将于2026年落成。那顾名思义的 Twin Pines 公寓外形呢，就是这个双子塔形，分为 A 和 B 两座，一共有1443个单位，多种户型让你选择。现在呢，就让我带你走进 Twin Pines 的服务式公寓单位户型了。首先来到的就是 C2 户型，它的单位面积呢，大概是731到756的平方尺，两房两卫的单位。那走进单位啊，你就可以看出开发商非常细心的把活动空间还有休息空间呢都给区隔起来了。值得一提的是，溧阳云上云顶高原 Twin Pines 服务式公寓呢，也为住户们提供了酒店式的礼宾服务哦。另外，所有的单位啊都是全装全配的装潢配置，你只需要拎包就可以入住了，让你的投资不需要在交屋后啊还要费神费时的去做设计或者是去做装潢。这些单位全都是全装全配拎包入住哦，其中包括了橱柜、抽油烟机、电磁炉、冰箱、洗衣烘干一体机，还有洗手槽等等。在餐厅的部分呢，餐桌、椅子还有镜子啊，都已经贴心的为你准备好了。在客厅的部分呢，冷气、沙发、日夜窗帘，甚至是电视应有尽有。这个户型最大的卖点之一呀，就是这个阳台了。它让你可以在凉风习习下遥望云顶高原，在云海里呢享受大自然。看完了活动空间，让我带你走进休息空间。衔接主卧和客厅的走道上呢，有卧室和客用浴室。那浴室呢干湿分离，也备有热水器。在卧室的部分呢，也备有电风扇、冷气、床、橱柜、日夜窗帘、梳妆柜等等。从户型格局采用了方方正正的设计，让你的单位不再有浪费的空间。无论是自住或者是投资，在绿荫环绕下，你都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好，欢迎回来。那刚刚看了我们项目的简介，还有 show unit 的这个虚拟游览，是不是非常非常心动呢？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联系我们了解更多详情哦。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所pin的这个报名表格填写你的联络方式，或者是留下你的资料，又或者是 scan 这个在荧幕上的 QR code， 那我们线上的销售员呢就会直接跟你联系了。那现在已经又来到了我们大家都期待已久的问答环节，你必须要完成以下的3个步骤，就有机会赢取价值50令吉的 Grab 现金礼券了。首先第一个步骤呢非常简单，你只需要 like 还有 share 我们这个视频，也就是这个 video， 而且要确保你的这个 privacy setting 呢是设置为公开状态，也就是 public 的就可以了。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呢填写我们pin在留言区的这个报名表格，把你的个人资料都填写好。那第三个步骤就是等一下我问答环节的时候呢，非常踊跃的在留言区留下你的答案跟我们互动。那如果你的答案是对的，你就有机会赢奖了。刚刚有跟大家说一定要填写这个报名表格，为什么要填这个表格呢？因为今天除了要送出这个价值50令吉的 Grab voucher 之外哦，我们也会在这个 Total Life 直播系列的完结篇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幸运抽奖环节。那这个抽奖环节就不是赢取50令吉的 Grab voucher 了，而是会送出非常丰富的家用电器，例如什么呢？ Dyson 的空气净化机、 Nespresso 的咖啡机，还有 Aura Studio 3360的环绕音响等等，非常棒的礼物哦。所以呢不要再等了，赶快点击这个报名表格，把你的个人资料给留下吧。预知要更多详情的话呢，记得要 like 还有 follow Tropicana Corporation Berha 的面子书。我第二个问题要来咯，你准备好了吗？请问溧阳云上，也就是 Tropicana Grandhill， 它是永久的地契还是租契的地契呢？请问它是 freehold 的还是它是 leasehold 的？
啊，其实刚刚哦，在我们受用你讲解的时候啊，已经有把答案告诉你了。我们希望呢，这个投资啊，会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投资。所以呢，请问它是 freehold 的还是 leasehold 的？哎，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希望你这个投资是一辈子都可以拥有的，所以这个答案呢是什么呢？马上把你的答案呢 comment 在留言区，那记得要完成以上的三个步骤之后呢，你就有机会赢取价值50令吉的 Grab 礼券了。Jordan， 欢迎回来。那我们刚刚其实在简介里头有提到啊，这个溧阳云上 Tropicana Grandhill 的首个开盘项目 Twin Pines 将在2026年落成。我相信呢，2026年的时候疫情，希望的疫情应该已经是过去了吧，那到时候我怎么知道说这个经济会恢复稳定，游客会回来呢？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呢就分享这个是由国际的一个报告，是 UNWTO， 就是 United Nations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的一个报告。那我们这里的话呢，他们预计呢，在2020年他们就已经做了一个报告，他们就说他们预计这一个 COVID 的一个现象会下滑大概20%到30%，这是已经是正确了。然后呢，之前的话呢，我们也有两次这一个事情发生，一个是 SARS， 一个是在2009年的一个那个 crisis。那这一个状况呢，我们再看一下2020年的一个数据，那大多数呢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下滑了大概60%到90%的一个international arrival， 就是国际游客来到每一个国家的一个报告。那我们最主要的东西是影响我们是什么呢？那是这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酒店入住率，和第二呢就是短租入住率。那如果我们看一下酒店入住率，在全世界的话下滑了47%，但是呢短租只是少少的6%，那其实它的证明呢就是说它和之前那一年是相对性是没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更多的一个数据，在2021年的话，我们看一下酒店其实已经是在那个第33%了，但是呢，这个短租是在18%。你可以看我们短租一直都是领先于酒店。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入住率已经恢复到59%的一个入住率。那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更多的一些数据，那我们会看全世界的，然后会再看亚洲，然后我们再迟一点再看马来西亚的一些数据。好，那这一个数据的话，我们看这一个，我们可以看为什么在酒店业已经恢复了，因为几个国家你看入住率高达99%。 OK， 这是在美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的话呢，这是一个短租的一个数据，短租的数据是在国际上是其实是一个相对性平稳，和酒店比较的话，酒店的话他们会有一个非常红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大起大落，是的。但是在短租的话呢，我们平均值是在 -2 到 -16， 所以其实相对性是平稳的。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叫 travel sentiment， 就是说我们想要去旅游嘛。 OK， 如果你想去旅游，你就讲哎，我也想去旅游啊，包括我了。 OK， 那全世界你可以看，这些都是蓝色的，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已经想要等着去旅游了。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数据呢，这个是十大旅游国家，包括中国啊，那我们这里最接近的是泰国，这是我们大家想要去旅游的地方。那你可以看泰国是很多人都想去的地方。我们再看一下短租，短租的话呢，这一个短租的话，我们可以看泰国现在是不可以旅游的，但是很多国家你看像土耳其，土耳其已经恢复97%了。 OK， 那但是呢，在同样的状况中的话，我们看一下酒店，酒店全世界，这是酒店的全世界的话呢，还是相对性入住率是相对性非常低的。那我们看了全世界，看了十大的一个旅游国家，那我们再来看马来西亚，这个数据呢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数据，蓝色线呢是2019年啊，红色线是2020年。你可以看到当我们开放了之后，我们可以已经恢复了2019年的一个那个价钱，就是说我们入住的一个价钱。但是呢，我们再看一下住的时间，
在我们 pandemic 的期间，就是在三月到五月份，非常非常多人已经选择长租了，就是说他们入住的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了，已经可能是两个礼拜左右。这个数据呢，就是说短租其实它的入住不是一天两天的，短租是任何东西，就是说你没有签合约的，你可以住一年，你可以住三个月，你也可以住一个礼拜。那我们host stay 呢，在马来西亚呢，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我们平台上非常多的房子已经转去长租合约了。 alright， 然后呢，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叫 lead time。 lead time 呢，就是说以前我们想旅游都是早两三个礼拜去订房子，那今天呢，我们都是明天我想旅游，可能今天我才订房，这个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状况。那刚才呢，我们有提到一个，那我们五年后觉得会怎样呢？第一个东西，我们要恢复外国的游客，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马来西亚旅游业的一个数据。它这里说呢，我们不需要等到全世界的游客回来马来西亚，我们马来西亚五大国家来马来西亚的，第一是新加坡，第二是印尼，之后呢是中国，然后泰国和文莱呢，这个是相对性影响比较影响我们吉隆坡比较少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只要我们开了新加坡、印尼和中国市场呢，我们马来西亚的旅游业相对性已经是恢复了顶。那最后一个数据呢，我们预计呢，在2026年项目定下之后，我们预计每一年在 pandemic 就是 COVID 完了之后，就可能明年开始，每一年有一个稳定的一个5%-6%的一个成长，我们相对性第一年的成长可能会偏高，因为我们现在的入住率非常低嘛，那可能明年我们会相对性可能看到一个7%-8%的成长，那我们平均的一个5%-8%的成长，那我们会预计云顶高原这里的话呢，我们会预计会是一个非常蓬勃旅游发展的一个地方。那最后结尾呢，我们想要看一下这个 UNWTO 写的一个东西，就是说这已经证实了每一次它有一个世界级的疫情它都会回弹。OK， 那我们相信这一个疫情之后呢，旅游业一定会反弹的。那这听了 Jordan 的这个分享之后，就真的安心了很多。但是我另外想要问的，就是一个投资人的心态呀、我们平常呢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回酬率。以你看来哦 ，Tropicana Grandhill 这样的一个度假胜地，这一个项目哦，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潜能？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竞争能力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在云顶高原投资会是在马来西亚里边最高回酬率的其中一个地方。为什么呢？我从三个角度去看。第一呢，它不只是由外国游客，它本地的游客量已经足够大。第二呢，在这一个 Tropicana Grandhill 的一个发展计划里面呢，还有其他的就是银发村啊，不同的一个医疗保健的一个township 的一个概念，功能，对，是的。然后最重要的话呢，它的位置呢是在云顶高原，所以呢外国游客过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酬率的一个地方。好，而且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Twin Pines 的服务式公寓哦，它除了是为住户们提供这个酒店式的管理，想要问一下，这个酒店式的管理就是 host stay 的服务吗？那主要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这个我们的租客们还需要另外付费吗？所以呢是没有另外付费的。那我们 host stay 会进来的话呢，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服务。第一呢，如果你是一个买了想自己在这里住的，你可以享受酒店式的一个服务。那如果今天你是游客，当然如果你想要安排从机场接送，到你想要安排一些在附近有什么地方吃喝玩乐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们都会在服务台为您提供服务。今天您是一个投资者，那今天我们这些服务是没有附加收费的，全部都是在游客给钱的状况中呢，我们每一个项目呢都会给你帮你打扫房间啊，帮你做营销，然后呢你每个月只需要坐在家里，像你说的 Goyang Gagi， 然后就做包租，当收租婆。是的，是的。
们刚刚听了 Jordan 的这么多分享之后呢，现在来看一下观众朋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你的，在你还没可以下班之前。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有一位朋友就问说 ，The current promo is definitely very attractive. I'm considering to start my investment in a tourism spot. So which layout should I start with? 因为我们刚刚在看那个 show unit 的时候啊，有跟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的 layout 啊，不同的大小啊。那如果说我是一个新的投资者，我刚刚想要投资这个产业，我可以选择哪一个项目或者是哪一个 layout 比较适合我呢？非常好的问题。那在这一个项目呢，其实Tropicana 已经把每一个 layout 都是适合投资者的。OK， 那如果你是今天新加入，你想要开始的话呢，我会建议就是可能你去小一些的房间，可能就是像 Type A 这样子 Type B 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其实如果你觉得非常看好这一个地方的话呢，我反而是建议你们 go for dual key。dual key 的话呢，你在 per square feet 上面的话会比较便宜，然后呢，你可以享有double 的那个收入。是的，哦，因为 dual key 就是你可以同时间租给两个不同的用户。是的，哦，希望有解答到你的问题了。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人问，因为刚刚看了那个 show unit 的虚拟，是虚拟的这一个我们 showcase 给大家，看到说哇，装置的非常漂亮，知道吗？所以想要问 ，Is it fully furnished？ 喂，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哎。我买了之后，请问这个 unit 是不是都有家具了？都是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showcase 里头这么漂亮呢？是，所以 Tropicana 非常非常的好，它已经把每一套房子都已经是 fully furnished 了 ，OK。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叫做 guest ready， 就是说那个床单啊什么的话是还没提供的。那如果你们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你们这一个投资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付费，那我们会帮你去做你们的那个床单啊、deco 啊这些东西。这个是给 host stay 的是吧？是的，是的。好，希望有解答到你的问题喽。那再来，我再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人有任何问题哦。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呢直接在留言区留言，我们会在这里直接问 Jordan 的。好。刚好看到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问说 How do I generate a better return for my invested unit? 除了我可以租给游客之外，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他有更好的回酬率呢？是，那可以 engage 我们 host stay。 那 host stay 我们怎么提升你的入住率的话呢，我们是以三个角度的。第一的话呢，就是大多数短租公司的话都会放上 Airbnb 啊、 Agoda 啊、 Booking.com 这些。好，这一个我们当然有做。那第二个板块的话呢，我们就是说一个 membership 的一个系统，就是说我们会有 corporate clients， 我们会有可能你在槟城入住了，但是你想要来吉隆坡，我们也可以介绍他们入住。那我们已经有现有的一些客户群，那我们可以提升收入。第三点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前期提到的，我们是途家的一个独家代理。那途家是谁呢？途家是携程的一个短租平台。那当我们在推广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host stay 我们可以推荐几个项目，而 Tropicana Grandhill 是我们其中推荐的一个项目。在中国，如果你看到哎，我想要来马来西亚，那我们前期推荐的几个在云顶高原，我们就会推荐 Tropicana Grandhill 的这个项目。所以就是像是在中国的一个 app 叫 Airbnb 的 app， 就是这个途家了。是的，那就可以确保说你的游客的来源有从 Agoda 的、有 Booking 的，还有中国的途家等等，就可以确保这个游客是源源不绝的。是的，好，刚刚我看到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问题，一定要问的。假设说我今天人不在吉隆坡或者是在雪隆一带的话，然后我想要在云顶高原置产呢，我可以怎么去处理，或者是怎么去安排我这一些我的这些 properties 呢？像是说 how do I manage rental remotely？ 假设说我是从州后也好，槟城也好，是。那以前的话呢，可能你还要自己去拿钥匙后才可以交给我们 host stay。对。那谢谢这个疫情的话呢，现在呢你连拿钥匙都可以在线上拿钥匙了。那今天呢你在拿钥匙到装修到，可能你还没看过你的房子，你已经拿到收入了。所以这一些服务都是由 host stay 去接洽跟处理了。是的。那我好奇这一点是除了就是在马来西亚以外，假设我是外国人士。我也可以享有这个服务吗？是的，没问题，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啊，只要有网
你只要上网就可以了。对，是的。哦，所以现在在看着直播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有福了，不仅仅局限于马来西亚一带哦，凡是在国外，只要你有网络，就可以透过这个 host stay 呢来置产，然后 host stay 可以帮你处理跟接洽所有的这一些项目的。再来，看到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必要再重申一下，因为这个好多人都问哦。这么多在云顶高原的这个项目跟 properties，我为什么要选择 Tropicana Grandhill 丽阳云上？为什么我得选择 Tropicana Grandhill 呢？好，这样这一个呢，它是马来西亚在云顶高原第一个 township 的一个 development， 然后呢，他们有六个pillar。OK， 在这六个 pillar 里面的话呢，我们先讲一下，最直接的就是宜居，就是说 residential， OK， 然后呢就是商业 commercial， 在这一个就已经是他们可以有人在那里开始居住了。那之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板块就是教育。那教育的话呢，只要你有在那里居住，你有孩子的话，他也可以选择在这一个丽阳云上的一个项目。那除此之外，我们看旅游业里边最重要的几个板块它都有了。第一个就是保健和养生，所以是第四和第五个板块保健和养生。这个就是那个银发村。当然最重要的话，我们上去云顶的话，就是想要恢复这些园林的一个生活。那这一个他们也有保护了很多地方是不可以动，所以呢在这一个项目呢，它对我最吸引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当你在上云顶高原的时候，它是第一个项目啊。那我经常上云顶高原，然后呢在这个云顶高原的时候有时候会堵车，对吧？那如果它在你第一个项目，那你可以在堵车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转进去，然后你就可以 check in 了，然后你就可以享受你的愉快的一个周末了。所以就不需要跟人群堵在高速公路上了。是的。简单来说的话呢， Tropicana Grandhill 的这个六个核心的理念其实就是等于了你只要 check in 了 Tropicana Grandhill， 你就不需要再出去了，因为所有的项目它都包含了，从居住啊到商业，甚至是如果你的孩子需要接受教育，那尤其是想要去养生保健的，它都也有在里头了。最重要的是因为它保留了这个大自然，所以呢你在 Tropicana Grandhill 里面呢也可以享受更健康跟大自然的这一个生活。是的。那它真的就是一个包含了所有的一个 township 里头应该要有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必须要选择 Tropicana Grandhill 的理由之一了。谢谢 Jordan 为我们的观众们解答这么多问题哦。好，那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我们另外一个 Q&A 的 session， 就是我问你们问题的环节了。那和刚刚所说的一样，就是你要先完成以下的三个步骤，就有机会赢取价值50令吉的 Grab voucher。 那三个步骤呢，第一个步骤就是 like and share 我们这个直播，那记得要把你的 privacy setting 设置为 public， 也就是公开的状态。那第二呢，就是要去填写我们 pin 在留言区的这个报名表格。为什么要填写这个报名表格呢？我一会儿就马上告诉你。那第三，待会儿呢我会有这个问答环节，你必须要在留言区踊跃的回答，还有踊跃的跟我们互动，就有机会赢取价值50令吉的 Grab voucher 了。那刚刚我说这个报名表格嘛，因为呢如果你填写了这个报名表格之后，你就有机会参加 Total Life 直播系列完结篇的幸运抽奖。那这个幸运抽奖所赢到的礼物呢，就不是价值50令吉的 Grab voucher 了，它是非常丰富的家用电器，例如什么呢？ Dyson 的空气净化机， Nespresso 咖啡机，还有 Aura Studio 3360的环绕音响等等，非常非常精彩的礼物。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详情的话呢，记得要 like 还有 follow Tropicana Corporation Berhad 的面子书，因为接着下来呢他们还是会有一系列的 Total Life 直播的。那相信经过了这一场直播之后呢，我们大家都已经对这个丽阳云上 Tropicana Grandhill 呢有一定的了解了，所以我现在要发问第三道问题，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道问题了。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选择在这个旅游胜地置产的话，一定要选择 Tropicana Grandhill 吗？为什么我们要选择 Tropicana Grandhill 呢？刚刚有说了，我们有六个核心理念呢，有 six pillars， 请你说出
其中一个这个六个理念里头的其中一个理念，为什么我们要在 Tropicana Grandhill 里头置产，或者是选择 Tropicana Grandhill 的这六个核心理念里头的其中一个核心理念，请说出其中一个核心理念，在这个留言区把它给打出来，那你就有机会赢取价值50令吉的 Grab Voucher 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分享哦，也接近了尾声。我们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尤其是陪着我们从头到最后的 Jordan， 谢谢 Jordan。那最后 Jordan 呢，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这些观众说的？是，那在这一个 Tropicana Grandhill 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也希望我们全部人 stay safe, stay home， 然后尽快的把疫情就控制住。是真的，疫情过去了之后呢，就可以很快的到这个 Tropicana Grandhill 这里看看一下，然后去看看一下，去分享一下大家的感觉了。好，我相信哦，这个度假胜地里头拥有自己的产业，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感觉了。再加上啊，这一次 Tropicana 他们所推出的优惠配套实在是太吸引人了，所以呢，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机不可失哦。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溧阳云上 Tropicana Grandhill 的详情，你可以在我们并的这个留言，在 commentary pin 的这个报名表格里头留下你的联络方式，又或者是呢，在我们这个荧幕上有个 QR code， 你只需要拿出你的手机 scan 一下 QR code 呢，我们线上的销售员就会马上跟你联系了。那我们谢谢大家今天陪伴我们，我们有机会再见喽，拜拜。